微臣想求娶宫中女官傅蓉，恳请陛下恩许。什么？陛下，微臣对傅思言是一心一意啊。而对傅思言也是一心一意。微臣才是真的一心一意。大哥，怎么了？他下了，宫里出事了。燕妃，周王殿下来了。母妃，怎么了？儿改变主意了。梁王，我绝不饶你。大哥，只怕梁王他不会善罢甘休，大嫂在宫里的话处境很危险，我明天就去找陛下。大嫂还有句话让我告诉你，前两天还说不想用自己皇子的身份来逼迫他，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？哎，梁王不会放过他的，我宁可他怨恨我，我也不会让他落到梁王手里。哎，这天底下的事儿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你面前摆着一条路不愿意走，绕啊绕啊，总想避开他，结果呢，老天爷会逼着你走的。这就叫命中注定。这老天爷打定主意想要给你的东西，你拒绝是没有用的，只有心怀感激地接受它。这是刚刚解密的海图，这片海域还有这片，还有这里，这里这片礁石比较多，还是消失起来。周王求见。朕正在和镇海将军议事，让他等会儿。周王说他有天大的急事，等不得。天大的急事，让他进来。是。陛下，说吧，有什么天大的急事？是儿的终身大事。嗯，前两天问你，你说不急，这一转眼急到这份上。说吧，到底是哪家勋贵的千金把你急得火烧火燎？儿看中的，并非勋贵的闺秀，是宫中女官，芙蓉。芙蓉，就是皇后身边的傅思言吗？是。而现在正妃、侧妃的位置都空着，身边一个贴心的人都没有，而对傅思言倾心仰慕，求陛下成全。陛下，圣主木求见。阿爷，让儿把事先说完。陛下，圣主木说他有天大的事，要立即面见陛下。什么？让他进来。陛下，今天天大的急事都聚一块儿了，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微臣想求娶宫中女官傅柔，恳请陛下恩许。什么？又是傅柔？哟，陛下，微臣对傅思言是一心一意啊。而对傅思言也是一心一意。微臣才是真的一心一意。燕子鹏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我和傅思言早就是青梅竹马，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定下娃娃亲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里还有他用的长命锁为证。阿爷，儿从来没奢求过什么，这次请阿爷成全儿吧。求陛下成全。陛下，妾身就斗胆替客儿向陛下求一个心愿。一个心愿？嗯，一个两厢情愿的心愿。都起来吧。哎，一个皇子，两个将军，都被一个娘子迷得神魂颠倒。
好，这件事情朕来裁决。马富柔，陛下，什么事儿？是大安宫的人来了，请。是。陛下，太上皇让你来的。是。什么事儿？太上皇有件心事，派奴婢来向陛下说。梁王年纪不小了，身边又没有一个知冷暖的人，太上皇要带梁王向陛下讨个人。谁？上礼局女官傅柔。嗯，陛下，儿对傅柔。闭嘴。看来这个傅柔真是不简单呐，居然惊动了太上皇。陛下，绝不能把傅死言交给梁王。阿爷，您成全儿一次吧。陛下，不过是一个女官而已，皇后掌管内宫，她又是皇后身边的人。好，这件事情就让皇后裁决吧。都已经够乱了，你们还来横插一个。我跟柔儿定过娃娃亲，是你横插一个。哎呀，都闭嘴吧，现在能扛住梁王的只有北望。拜见周王殿下。皇后怎么说？皇后殿下刚刚喝下药睡了，太医吩咐天大的急事儿也要等皇后病好了再说。各位都先回去吧。殿下，都打发走了。这个傅思言闹出的动静还真不小啊。两位将军，两位亲王，还夹着一位太上皇，这傅思言忽然就成了香饽饽。明明是烫手的山芋，还非要往本宫手里塞。你们俩别欺人太甚啊，我父亲可不是好惹的。梁大哥，就算让我死，那至少让我死个明白吧。不是，我到底是哪儿招惹二位了？梁王去找宫里的傅思言，说要让我圣主墓当活王吧。我跟梁王无怨无仇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不是，这事儿我真不知道。你常和梁王鬼混，梁王对哪个女人动了心思，你会不知道？我看梁王敢欺辱傅思言，就是你这下流胚子出的馊主意。不是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呀。是陆琪。陆琪，等病好再说。阿姨，这根本就是敷衍，皇后根本就没有把你看在眼里。急什么？下去。他又没说不给，你也又不是，身边那么多女人，没一个挺使唤的。这次帮你把那个女官要下来，不要再胡闹了，对人家好点，她就会死心塌地地服侍你。总是又打又骂，谁会掏心窝子对你啊？以后朕要是不在了。阿爷，传太医。不用，老了。陛下，你可要保重，梁王不懂事，不能没有你的庇护啊。我能庇护他多久？所幸太子仁厚，我看他将来要是登基了，也不会对梁王太为难。
我让你多和太子来往，你做到了吗？盛楚慕存心挑拨，而好不容易跟太子套上交情，又被他搅和了。盛楚慕不足挂齿，你要小心的是站在他身后的人。陛下，你说的是？陆琪居然敢挑唆梁王去欺负大嫂，太不要脸了。大哥，我们找他算账。账一定要算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柔儿的归属，也不知道皇后会怎么决定。梁王、周王、严子方、大哥，四个里头挑一个。大哥，你胜算只有20%啊。